Do you know the warm progress under the stars? Do you know we exist? Have you forgotten the keys to the kingdom? Have you been born yet? And are you alive? 哦，您生活，他们两个二十六岁过着62岁的生活。晚上熬一大锅鸡汤，然后喝完鸡汤还要饭后百步走。快说那句台词。周星驰奔出来对他说的那一句台词。我养你啊。你还是先养好你自己吧。你一直傻瓜，真实的情感是不会受到任何的遮盖的，一晚也好。那有很多人结婚10年、数十年，他们不彼此相爱，那也是中间隔着一道墙一样的，跟睡过多久没有任何关系，跟接触多久没有关系。我始终觉得，我其实对于爱情还是保有那种一见钟情或者真爱论的。我觉得时间久并不代表两个人爱的深，是不是？下面给大家表演，横穿马路。我爸有点像那种裹了头巾的印度阿三。小蜜蜂哥哥去向小鸭子弟弟示好。你看我要的肥肉，好像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穿了一个紧身衣一样，头发在脸上写满了恨，全是恨。动一动吧，你动不动啊？现在我要去小雨的学校找他，然后因为今天是小雨他研究生上课的最后一天，也是他这学期的最后一节课。小雨这段时间其实压力也蛮大的，现在去 CT 去接小雨去。怎么感觉我又变胖了？对啊，胖脸娃，你真的是。打架好吗？大家好，你是胖脸吗？我已经早上跟大家说过好了，我出门之前录过一段了。是吗？对，我说我要说我要过去进行慰安。当时讲完之后，果然有老师那个 domesticated wilderness， 然后我直接给他讲 Australian national identity， 然后他听完之后就，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就吃完饭以后突然变得非常的疲惫，就好像一根紧绷的弦，然后你突然给它松开，然后它就啪了一下。小雨说他很累，突然决定在草坪边上就这么躺了下来。不要睡了吧，小雨。你觉得这件好看吗？我喜欢它这个袖子这里的贴布，还可以啊，挺不错的。我觉得这件好看，挺好看。谢谢你把也捂一点。I was recording a few. Really? Yeah. As long as you don't post it on Instagram. Oh, okay. For you guys. Thanks. 一天早上，当你起来，天气也很差，感觉全身无力，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天。Have a good day. Have a nice evening. You too. 怎么？你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我说你刚刚想说什么？没有，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我也不要说。你刚才说什么？不要笑我了吧。不是你一个温州人，为什么突然那是什么口音？ Hello. Hello. 来拍一下。我的朋友外甥。好，大家来看看里面有什么。有4个披萨，有一个 oxtail， 后面3个我都不认识。我们回家了。Hi. Hi, Ali. Good. Going to Brunswick? Yeah. 今天出来拍写真，然后我到了摄影师家附近，然后我发现这边的房子好好看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间房子就很漂亮，然后这里还有很多花。我好像突然明白为什么上次那个 Uber 司机说 Brunswick 是个很丑的区了。
It's actually really sturdy, don't worry. Because I made the parts out of metal, like the moving parts out of metal. I think he bought the metal and just stuck it on. But everything else is like paper and cardboard. Only a little bit of metal part, just so it doesn't break. Alright.